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赵丽婷。我叫林东鹏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硕士生，你也可以叫我 Ampling。 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，我叫王龙科，来自中国新疆。这里有最美的校园，因为瓦大这个校园很漂亮。因为我是今年的毕业生嘛，然后在国内的就业压力也比较大，然后所以选择再读一下研究生。这里有好的教学质量，听说这里很多教授很牛逼很厉害，然后今年不是全国排名还是上升了很多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齐国阳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，我叫曾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黄金慧。我觉得瓦大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的地方，它没有太多干扰你的因素。然后我最爱的就是我们瓦大的这个跑道，因为我在这里已经跑了有500-600公里了。我觉得瓦大非常棒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学校，而且老师给我印象是最棒的，太热情了，太好了。瓦兰大学是一个比较专业好，而且我看到一些宣传也觉得这个校园应该很漂亮，所以后面选择来到了这里。以后在这里其实如果真的是能够安静下来好好学习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。